坐好啦，今日要专心上堂啊！都唔好叔叔多事啦，各位同学先嚟一条数学题先吓，五乘二系几多啊？举手答唔好怕丑，答错冇事噶。系豆靓，十二唔啱啊！可唔可以揾个冇咁死白痴嘅同学答我啊？有冇人啊？唔好怕丑啊！我谂我知道答案啦，史 Sir， 你识就奇啦。收啲系肥咯，喂，唔好叫我肥咯，你个正狗西。蛋散，你讲旧咩话？冇啊！你闹我狗西啊！喺学校讲咩西啫？冇理，犀利老味。蛋散，你又讲咗西啦？粪场，衰，look good，冇问题啊！讲西又点啫？西西你个西西啊！我要你哋即刻去见训导主任咩？你同校长奶西好过啦。你讲咩话？对唔住，对唔住。其实我是说你同校长奶西好过啦，史 Sir。今次大剂了。